刚刚太可惜了。刚刚因为酱油都跟小光绑定了、啊，我那位置只看到小酱油，但想说小光在旁边，所以我一定得通报。对啊，如果只有他一个，我当然就刀他了。只是繁星居然被波波给拐走，那第一天其实他也很可疑啊。而且第一天露米太快被整个怀疑掉了，我也是票露米的人的说，已经卖了一狼，还是没办法。残念，今天就来看看啦。我不要假，我不要去假，假也都被怀疑。来，狼要有一点配合啊，而且一定要躲，至少稍微躲过第一天的票型。你躲过第一天的票，然后没有拍桌的话，其实就很有大有可为。对啊，那就来看看这场狼人又如何。我去看一下心电图，看看有没有人 C 飘飘。噔噔噔噔噔，小光在这，橘色繁星死了，繁星死了，我去找尸体，我不管，我去找尸体，繁星死在哪？繁，哎呦，小雨在这。小雨不去解光，在这里。欸，我在修灯这边发现繁星的尸体，然后波波跟我一起发现的。我跟泽平一起发现的。对。然后小雨，酱，哎、欸，你要酱油刚刚是在那个扫描那边过去的蒸汽室，再往下，所以酱油的尸体应该是靠右边，因为我刚刚有看到扫描过去蒸汽室下面。对，就是他不是就那我。跟我就大怀疑小雨了，啊？因为我在那里最后有看到小雨，小雨，我刚才是有看到小雨。那啊，你们在秋灯那里怎么看到小雨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说我刚刚最后，因为我是关灯之后往那边走、哦、啊，我后面记得是有酱油，不知道跟谁，然后进去那个里面，因为我刚刚在接那边电线。我刚刚是看到那个啦，就是波波在。那边按按钮嘛，就关灯之前，然后露米跟那个酱油吧，他们是往下面走，然后我只有看到这样，然后关灯之后我就去修灯，然后修灯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走过来，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繁星打到那个修电那边，然后我一开灯之后看到波波在这边，那这边的话另外一个我们是没看到了，那边应该还有另外一只狼在左边的，那个狼应该走那个那边有一个下水道，哦、那边有下水道是不是？对，那边应该是有，那边有一个。我可以顺便说一下，繁星是蛮早就死在。修灯那里，因为那时候关灯之前，我跟小光在心电图那里，就办公室右边、嗯，然后我就看到心电图，看到繁星死了。哦是哦、对，那时候那应该就是跑走了啦。刚关灯，对，然后我就那我可以保波波，我就按着想说想要去找繁星的尸体，可是那时候酱油还没死，嗯、所以酱油是后来死的。那你们可以先盘踞一下右边呢、啊，我觉得右边比较明了。右边，我一开始跟那个啊，那个巧克力往那个就是修火箭的地方修完之后，我就往下面标本室走，然后绕到控制室之后上来，然后就有还有看到巧克力上来，反而看到巧克力在控制室，然后就出现那个什么按那个那叫什么，是死人那个死人，嗯嗯。我是那时候、啊、小光你怪怪的，嗯哦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没事。不是你、啊，你那时候在那里的话，那时候是关灯啊，还没有通报啊。然后我最后是从办公室那里跑出去，跑走了，可能是想要修灯或者哪里吧。你最后位置在哪？哦、没有去修电流机哦。对不起，我看错，是那个我这边，我拿滑鼠指一下，我去那个修完火箭之后走上来，然后我就开始下去那个消毒室，就是我看完那个什么望远镜之后往下走，一路都没有遇到人，然后走到标本室。摆完标本之后，往下走，走上控制室，没看到人之后，我往那个对办公室绕过去，我到那个刷卡的地方有遇到巧克力。啊、那天然后出来之后有看到那个吗？迪叔或卢米，因为时间快到了。没有，我们在控制室。你们互保。
我最后啦，我最后的位置在控制室，因为我是从实验室到标本室，再到控制室。不是我啊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们人。我登岸了之后，我就一直卡在任务画面欸。我是觉得波波很奇怪，他视野很广欸。嗯，阿星，你下一轮可以再盘我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忘记开麦欸，傻眼。那你也只能关了，还是关灯。刚小雨的最后位置跟他说话怪怪的啦，另一郎不太确定。小光一开始他说的错了，他可能呛了，后来他讲的就 OK。谁在那边弄单？迪叔，你是想要开灯吗？还是你在玩灯？他应该是，我不知道哎。既然酱油有可能死在右下角，然后波波又是跟谁走过去的、啊？我有点忘了。那波波应该是好人，应该可信波。他跟泽平是不是？我忘了活着还有谁了。小光应该可以信。那时候他关灯。就可以贴着我刀我了，小光你看着啊。我觉得小雨、露米、迪叔都不可信，迪叔不可信，迪叔在追我，完了，我没有无路可去了，迪叔不，我把带走啊！你不要啊，露米啊，被害妄想症。我要看一下心电图，没有人死，中屁死。我来看。迪叔，露米，抓。两狼，我按的哦，这次是我讲的哦，你没办法讲了。露米跟迪叔两狼。那里我拍，哎、欸，是谁？上一天死的是谁？上一天死的是那个酱油跟繁星嘛，这里有两具尸体，泽平跟那个小光，右上角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先把露米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先把露米票，好不好？嗯。因为我刚先下来，然后就看到那边死人了。小雨波，我先说，就是你们两个应该在左边嘛，我们两个在左边，对，所以右边是我们三个。然后我过去的时候，我是比较慢到的，然后过去的时候已经倒了一具，然后是露米跑出来。然后还有一个人活着，然后就被迪叔就把他刀了，我就赶快按。所以他们两是两狼两刀吗？对，两个尸体都在那里，两狼也在那里。嗯，那迪叔怀疑我跟露米，我怀疑迪叔露米，露米交叉口啊，露米先走。嘿，再见。怎么这样子？明明就是巧克力。好，等一下派出哦。好吧，等一下吧。巧克力。你觉得谁？我跟迪叔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有看到巧克力，我没有看到另外一个。反正你们两个好，你就知道我们三个把我们都弄掉就对了。啊，没事。绑定迪叔，哎、欸，也太敢了哦！因为他们两狼在那里，所以才想说两个直接刀。小坏坏。一定得走啊！大家一定得走啦！这一定得修，修了才可以拍桌。我们修了，一起回去拍桌就可以了。快点，回去拍桌。他只能用一次，他还在 CD， 他不可能能够到这么快。哇！按的，哎，都还活着。左边是我用的，嗯，我右边我用的，右边是我用的，嘿，反正我现在跟我跟小雨已经是好啊，对啊，可是你们两个battle一下吧。你拍桌的话就一定要battle，对，因为battle错的话，他刀就结束了。没错，李叔先说啊，我刚刚上一天说很多了。
啊，这个沉默。我说你先说啊，我上一天说很多啊，你可以说。没什么好说，就我两个 battle 啦。那你要讲你是好人，坏。啊，就那一天就是 Lumi 跟巧克力在上面啊，就只有你们在左边啊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更上一天是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不能按铃哎、欸。没有，刚刚那个紧急任务。对。在紧急任务之前，迪叔左移了一下，然后停住了一下，然后紧急任务开始。你们应该也有看到吧？这个我觉得在场外、欸，他可能那迪叔也有可能在等，也可能就是在。我是离比较远啊，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。因为你离开我们视线范围了，对吧？那我在下面。我想问你，为什么就只有我们都跑去右边？你总不会想说，就只有你一个人跑去左边？啊，没有，我从左下角出来啊！啊，我刚刚离我最近的就是左边啦、啊。那你怎么会直接跑过去？就好像是哦，好像知道没有？他一弄的时候，我才过去的。我是先在，所以我还可以看到迪叔以那个停住，因为我是在办公室的左下角那个小缝缝可以看到迪叔的位置。对，因为我知道一定、我玩过啊，我知道他一定要用一个紧急任务啊，对啊。然后刚刚最后是右边我拍的嘛，如果我是狼人的话，那我们没必要去拍啊。你是因为你懂意思吗？懂吗？你们那时候是三个人，对，三个人。那我也要嘛，也是先把跟 Lumi 一起把敌。如果我跟 Lumi 是狼，现在一定只剩一狼了嘛，代表 Lumi 必为狼。那如果我跟 Lumi 是狼的话，那我刚刚直接就是票跟他合力把迪叔拱出去。我干嘛跟迪叔一起拱 Lumi 出去？没有，因为已经被发现，因为已经有第三个人了。啊，我有看到 Lumi 啊，已经有第三个人活着，所以那个一定是公益狼，所以肯定是公益狼啊。Lumi 他没有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的确是狼。那波波冷静一下，我刚刚说的那时候我就直接拍迪叔跟 Lumi， 然后迪叔是说我跟 Lumi， 那我才说好，那迪叔我们一起把 Lumi 先弄走、你懂意思吗？如果我跟 Lumi 都是坏人的话，那我不需要这个样子去跟迪叔同盟，然后把 Lumi 弄出去。他就踩一个就好了，对，我就反过来啊，那 Lumi 我们一起把迪叔票出去，那如果我们把迪叔票出去，剩下我跟 Lumi 都是坏人，那我们不是就直接赢了吗？懂吗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融会贯通？真的啦，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发言的话就是输了啦，你们真的、哦？爸爸，我刚被你吓死哎、欸！我就想说，爸爸你又在提醒他的胡言乱语，你好爸爸你。我听到你晕了，我好害怕、喔。爸爸，你才是狼吧？你不是狼吧？你好害怕，好害怕。我没有看到巧克力，我想巧克力先知哦、喔，他直接跑过去、欸。问号，我当然就知道他们在葫芦里卖什么药啊。哦，刚看到那个双刀现场，好刺激哦、喔。对啊，真的很爽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厉害。我那时候想说，不会是哲平杀我吧？可是、我跟哲平一起死掉。对，欸、第一天那时候还怀疑的是那个小允，所以那时候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刚好看到了，然后说，怎么又刀一个？对啊，我以来的时机也太好了，我以为是老师的，我以为是小允嘞、欸，我猜不是我，还好小允我解到一个我从来没解过的任务。因为第一天那尸体在右边，然后那时候关灯，然后你也刚好都在我旁边，然后就感觉好像没人要找，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去开灯？你好奇怪哦。因为我在等那个，我以为那个要开着等，结果他只要他可以离开再回去。因为我可以保波波啊，然后你又怀疑波波，我就觉得小雨，不是啊，哎、欸，波波一开始把我踩死、欸，哎，我想我什么都没说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跟你讲，那就是小雨，我说啊，波波你才是狼吧你？对啊，他真的超狼哎、欸，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波波波波你保他了，波波已经好了，那他又怀疑小雨，我也看到小雨在那边，然后就小雨了。波波，你才是狼吧？那才是狼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怎么觉得好人的都知道？你是不是雪狼？你自己说。想知道为什么我第一天死在那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走灯。我想当，我想秒开灯。你也想秒开？然后他一次走进来戳了我就跑掉。好坏啊！我就要当发电机守门员这样子。那时候我跟小光看心电图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白金死了，我要去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好难哦，我好气哦。欸、他们那边如果没双刀的话，我真的不会怀疑到他们两个。真的，很猛。没有，因为都有一个反指标在。他觉得谁是狼，谁就是好人。他觉得谁是好人，谁就是狼。你看他最后也觉得你是狼，所以我就是好人。
波波本身就是个狼的存在。活太久了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波波，你这活太久了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大家谢谢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。这一次狼当的几率还 OK， 对，但这次狼人当狼好像都没有获胜。我想说我们任务应该还 OK， 最后看到亲眼目睹我的学生们都是狼，我还有一个学生还怀疑老师是狼，我好难过啊。还好最后逻辑成功说服了他，哎，波波你就是第三批狼了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拜拜。